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在上一集的节目里呢，师父开始我们说，世间的智慧呢，不会妨碍我们修习出世间的智慧。那么，世间的智慧对我们修习出世间的智慧有没有帮助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父。师父您好，蔡小姐好，大家好。师父，您在上一集里面您谈到，就说就是世间的智慧不会成为我们修习出世间智慧的障碍，但是它会不会有帮助呢？看人的啊，因为在上一集你也问起到，是这个知识分子，很多知识分子，他不愿意也就是妨碍他们学习佛法。对，就是有所谓的知见障。知见障啊，这个呢，这书文史的人比较多。学文史的人是思想啊，就是先入为主的思想，这是在学哲学的人，也就是啊学历史的人，可能就有这种就是先入为主，认为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认为佛教呢好是好了，但是他们觉得并不是更好最好的，而他们自己信的是最好的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否则的话，他们自己没有立场了。他们是不是认为，就是说他们那种才是比较理性的思维，认为佛教不够理性？他们从理性的观点来讲，如果他们愿意接触佛教，深入佛教，了解佛教的话，他们也会接受的。但是他们已经是这个门了，对，就是已经有一个知见障在那里。知见障在那里，他们也看佛经，他们也可以看，看的时候啊，关于佛经里的若干部分，跟他们不一样的，他们大概不愿意接受了，大概就放到旁边去，那他们自己觉得，就他们差不多的能够接受的，他们接受，这样子有一种选择性的，因为他自己有立场嘛，这是正常的。一个人你自己有主观的立场，对，那一定会有取舍，既然有了取舍，他就不是100%的全部接受，那不像是我也有立场啊，站在我的立场，我一定讲是佛教最好的，佛教最好的，那儒家好不好？我说也好，基督教好不好？也好，那为什么不许学儒家，不许学基督教呢？我说我是佛教徒啊，但是我站在我的立场是这样子啊。我的立场一定说我的是最好的，那么他们的立场也应该这样子，所以这种情况呢是也是正常的，所以这个他们有这种基础的立场，有根本的立场的，你要叫他们改变他们的立场，这个好像也不对啊，也比较困难，也很困难。那他们也很好，这个比如说道家的，道家也需要人家的弘扬啊，也需要人家传播，儒家的也需要人家传播啊，基督教也需要人传播啊，这个任何一个宗教，那伟大的宗教，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也需要人传扬啊，不能够全部变成佛教徒嘛。每一个领域里面的人，这个他们都能够从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得到成就，也得到安身立命的一种啊方向和啊这个方法，这次都很好啊。那还有。所以师父的想法非常的宽，这怎么样讲？宽大，应该是这样。佛教就是自己就是佛教，佛教是认为，说，比如说我们在爬楼梯一样的啊，在地下打滚总是不好的啦，弄得脏脏的，站起来好吗？好啊，站起来能够往上爬一爬，这个爬一级，这个更高一点，离地面更高一点，那。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，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，那又爬又高，又爬又高，那看得越看越远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但是有的人只能够爬到某一个程度，他只要看那个东西，他觉得那个景色已经够他喜欢的，够好了足够好了，他不需要再爬了，因此呢你叫他再爬好像是也不需要嘛，如果他愿意爬上来很好啊，因此呢我是觉得呢，只要不要再老是在地下打滚，滚的身上都是泥巴，这个那就能够站起来就很好了。是，那师父，我们回到主题，就是那这个世间慧能不能帮助我们修出世间慧？
能。其实呢，凡是用语言文字思考的任何观念和方法，全部都是世间慧。嗯，甚至于念佛经、看佛经、讲佛经，它的道理全部是讲的佛经，讲的佛法。可是呢，它是用语言思考的，它用自我的立场啊，去观察、去分析、去理解。在这个讲经的人、看经的人，他自己已经是在世间，从世间的角度来看出世间的佛法，它就是世间法。所以我们大法鼓节目其实也是世间智慧，世间法，世间从世间法里头告诉人家说出世间，由于出世间法啊，要出世，由于出世间法，就是要将你摆下这一切，用这些东西，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束缚，说这个拘束所妨碍，那你就是出世间了。所以出世间的意思并不是知识，并不是学问，出世间的智慧啊，就是说能够放得下，能够把自我中心放下，自我的立场放下，那你就是出世间智慧出现了。是，所以是修出世间法的人，必须要从世间智慧着力的，没有世间智，你无从着力起。这个由世间智，然后渐渐的进入出世间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中国的禅宗是讲不离文字，是讲这个教外必传，也就不用语言，不用思考。那什么东西？那叫做禅，那叫做什么？叫做佛心。那这东西你就又不能讲，又不能思考，那就没有人传播了啦，人家也听不懂，人家也没无从着力点。对，因此中国的禅宗虽然老是讲不离文字啊，它的文字是最多的，好多的公案话头。哎，其实公案话头全部是世间法、世间智。是，这是个阶梯。那从这一些，从这个阶梯，叫你离开阶梯，那就出世间智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呢，只要我们能够放下自我中心，我们就能够获得出世间的智慧。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